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位于上海虹口区多伦路，这是一条文化名人巷，因为有许多知名的作家都曾在此聚集且居住过。那这边的建筑大概都是在1920年前后左右所建筑的。这个地方呢，市区只要搭个地铁啊、步行啊，或者是你搭公交车都可以到达的地方。那整个地方我的感觉非常的清幽，而且很多建筑物都保持得非常的完善。多伦多的整条道路都是用石砖铺成的，那在路旁也种植许多的树木，呈现一个非常非常宁静安详的一种感觉，果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名人居住的地方。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多伦路，都是有一些名人住的地方，像鲁迅啊等等住的地方，大概就是这种环境。那现在整个街道呢都整修过，感觉上还不错，蛮诗情画意的。这个待会儿啊。好的，跟着阿周进来。现在先看到师徒四壁，我们刚走进去的时候，就遇到这位可爱的大爷，古董照片这位，他主动的帮我们导览解说。欢迎家，哎，当这是当欢迎你地们的多伦上海这边人，当地的大爷很可爱，是要帮我们介绍这里。对，这都早期的建筑物嘛。对，这个早年期建筑物，但是真正什么历史文化的一些。就不太知道了，没有介绍的。啊，那你这个教堂，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很有名，是在中国大概是唯一的中式的建筑，这个叫做教堂，是每到星期天都是做礼拜的工作。是。这里有翻修过哎。这翻修了，翻修旧房子的翻修。哦，这很有名的洪德堂，我知道。哎，很多人推荐来这边要拍个照。对，可以进去看看。他可以进去就对了。大概可以进去。他们两个之间是都很和谐的。这大爷真的很热心，住在这么高档的地方。传说中的洪德堂到了，中式建筑的教堂。旁边呢一个洪德书房。这里买圣经啊，买什么书？哦，里面卖一些圣经等等的书籍就对了。好，大爷，你慢慢走，我们慢慢逛。这栋房子是谁啊？是英国式的老建筑。英式的建筑物。对。哦，这栋建筑物后面是英式的建筑物。对。洪德堂，我们等会再进去。看一下，旧式的英式住宅。住在这边的人口应该不多吧？
啊，都上年纪了，这边一半都全部动迁了，哦，所以人少了，都已经搬走了，搬走了，是啊，没有，可是这边好像要保留吧？这个是肯定保留的，保留下来就对了，对，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以前这个路不是这个样子，是啊，搞得不好。搞得不好啊，高高低低，反而你们老人家再走就不平了。原来是平的，对，还搞成这样，直滑的。定是要摔跤。哦，这个很伤轮子啊。对啊，这种布很伤轮子。对。好了，大爷你慢走，我进去那个里面看看。好，谢谢啊。哎，鲁迅是，还有那个叫什么？教育家那个，叶圣陶啊，还有丁玲啊，都住在这个区块里面。边上是，转弯过去，鲁迅斜对面不是有一间很有名的面馆？啊，这是另外住址啊，先住在这里，先住这里，住完以后啊哈，住到三英路去了，住到三英路去啊。对，这是后来的馆。是。这里的叫景荣里，景荣里，风景的景，哎，天上云的云，哦，景荣里，景荣里，你问一下，好，可以进去参观，是，好的，一般呢，它门不怎么开，是，你可以进，装修的很好，好，谢谢，感谢您，您慢走，哦，好，谢谢，非常可爱的一个大爷。跟刚刚可爱的大爷稍微的分手之后，感觉这边在这边逛最大的缺点就是每台车呢速度都非常的快，跟想象的不大一样。弯腰鞠躬。老区、富人区，对，这边看起来还是有人居住在这个老宅里面，感觉上还是不错，很清幽的感觉。唯一的缺点就是车子进进出出。这看起来就很像老宅的感觉。我觉得多伦多路这边，多伦多是多伦多，哎，多伦路，而不是多伦多路。多伦路这边确实值得，蛮清幽，来这边拍拍，啊，感觉上也不错。送货小哥，优秀历史建筑物，但是写个游客止步。这里，周恩来也来这边了，指标，那个我就不提了。中共中央联络机关旧址，周恩来在赴早期革命活动旧址，还有老电影咖啡馆，很漂亮的一个名人像。Thank you.
在这边点杯饮料，点杯调酒吃应该方便。你们不住，我就要我哇，那个我在这边难得看到咖啡这么便宜的，买了吗？我画多伦多。价格确实假日如果这边点杯咖啡坐在那边看如何进进出出感觉很诗情画意。感觉这边好像都是保持的原先旧的风貌，那就开了一家店，家上面都长得一样。哦，再来卖。十多年前刚到上海看，十多年前来上海，一直到上海看到三年，就是看上海，特别。但是对外地的来讲，看到也蛮觉得很新奇。这边他们小区，小的一个小区，是的，是的，那是吧？就不进去了。哇！秀的家具。建筑物每间的建筑都很有特色，
家在拍片。到这边感觉步调都要放慢，感觉还不错，非常非常。这个，圣贤观，多伦文化艺术会，对，以上影片就是我为各位介绍上海虹口区的多伦路的一个情形，希望你会喜欢这支影片。如果你对我的影片感觉还不错，麻烦请您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及订阅，感谢您的收看，有你的支持，我有更多的 power 可以继续推广我日常接触到的一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后会有